嘿，大家好，我还行。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陈浩。那么这一场我们带的是这个马洛斯哦，走凯撒路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么呢，在最近的片头呢，我都有跟大家讲哦，就是我最近在执行一个增肌的计划，大概为期会到1到3个月不等啊。那如果呢，你是想要练壮的人，那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训练方式，或是菜单，或是吃什么的话，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IG。那我每天都会 po 我的饮食以及训练的菜单，供大家参考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前期呢，对到的是这个，突然忘叫什么名字，被这样吓的一个，不管啦，先把它弄一个 zone out， 有没有？不要让它吸兵线就对了。哦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持续的砍它，不要让它过来。哦，这个小兵呢，都我们自行吸收了。那这一波的话呢，因为对方的小兵哦，刚好哦，就是被我给吸引了一下，所以导致呢，我们的兵呢往前哦，那这一波就 zone out 就 zone 不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这边就必须先拉掉了，那这边就不打。那我们这边在持续的等哦。那这个蛇仙女呢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她的被动呢是可以让她回血的。那我们马洛斯本身也是跟你打一个回血哦，所以呢哈、哦，所以我们打这回血的情况下，我们彼此之间呢、一起互相互猫这样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最主要就是看一下，队友来支援了，马上往前。我这边本来是想说要直接发起进攻，我扛塔是没问题的、哦。那因为我还有一个治愈在，但是我们的这个打野呢，哦，他现在又不走，所以我现在觉得他好像是要在第二波进攻，所以就直接进来想要跟他打。我开了一个治愈，但是刚刚那时候呢，我们打野就也死了，哦，也死了，就算，因为我想说他是不是想要打，所以呢停留在这边。那我们这个奎伦最后进去也是嗝屁啦。那我们这个蛇仙女呢，我们被他拿了一个双杀、哦，所以呢他现在的经济高我蛮多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时候再来报仇一波。那大招直接缴了个空招之后，下来清兵线，哎、欸、还不错啊，这兵线清掉还不错，用大招清兵线，豪迈豪迈清兵哦。好，那对方的打野呢是那个奇尔。哦，但你可以看我在这个装备的部分呢，带的是物防鞋，但因为对方是双法师啊，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先出魔防鞋哦。那如果呢你本身对方的法师只有一只，然后你基本上又一直在凯撒路对线的话，出物防鞋会比较好哈、哦。所以我上面的装备是出物防鞋，那我先出了一个小小的骑士板甲之后呢，哦，我们就上了狂暴之手。哦，那最后我才把骑士板甲想要合成和这个守卫军之盾的，就是这个白盾。哦，因为这个比起这个红盾呢，我觉得看心情呢，有时候真的是蛮看心情选择要出红还是出白。但我觉得这两个都不错，一个减 CD， 一个血量加很多，我、哦、都不错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各有各的优点啊，因为整套装备其实血量的部分，马洛斯打的。这个回响是生命值的趴数嘛，所以当然能让马洛斯血量多一点会比较好。那你看我整套装备，我并没有出太多血量的东西，所以导致我的回血不是很多哈、哦。那像马洛斯要抢这个灵魂鸟，其实很好抢的，这个血量是很好算的。那这我们呢在打他的时候呢，同时我们要吸旁边的小兵哦，就尽量砍到旁边的小兵，这样我们的血量就回比较多。打小兵回复2%，打英雄回复6%。这边看到对方奇尔，奇尔在开大招的时候呢，如果你用魏晋的话，他是跟不到的、哦。所以假设呢你遇到奇尔哦，有没有遇到奇尔他刷你，其实你可以缴一个闪现过墙，那基本上他跟不到，因为现在改版的奇尔呢，他已经这个。有一次改掉之后，它的这个刷的范围啊就变小了，但这有好处啊，就是不容易刷到其他人身上。那这一波会让我们直接打起来，奇尔被绑啊，我们的两个人血量掉得很快，那对方的凯撒路也来支援。那这一波我们现在人的优势比较多，那夸克呢？哇，夸克这个牺牲拉、啊，他拉了对方射手过来，然后自己嗝屁。那我们这边再往前进，最后一个拔刀斩直接挥掉对方的蛇蝎。哦，那这边这时候既来之则安之，来到上路这边清兵线哦。那这个魔龙的部分呢，就交给我们打野去吃啦。好，那这波的话呢，对方呢直接入我们野区哦。我先进来挥一个拔刀斩看看。那看到对方现在有三只在这边哦，不要轻举妄动。那我现在已经搬到三重了，所以我现在是三重的三重智力往三重第一马洛斯迈进哦。那马洛斯真的是一个团战。
打团战很强的一个角色啊，大家在片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对方鱼人果断开启大招，我们的阿莱斯特直接嗝屁，我这边吸了一个护盾之后大招直接给他飙了，那看到奇尔先杀一只再输啊。那这边其实看一下卢俄跟这个克莱斯啊，哇，这个这两波我、哦、这两个人的伤害，其实罗主要来讲是罗的伤害还是比较高的、哦。那我这边刚好大招被断掉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先来挥后面的射手，射手缴了一个闪现，先逼退他们的输出位。这时候我们再拉回来，那克莱斯的护盾再大，我想对马洛斯来讲都没用、啊。这边再往前进，这射手一下普攻就可以带掉，他不应该再走回来的、哦。这时候对方还剩下三只啊，看到罗我们先附魔再说。那对方奇尔大招已经缴，这时候进草丛之后稍微的吸一下，然后往另一边哦晃一下，不要被他们预判到自己的走位。那这边再带一只，最后呢是没办法，这个每次遇到罗都被他打趴。好、哦，这个还是蛮强的、啊、这罗。那我们这边的伤害明显的有一点，刚刚有这个弹度有点不足哦。那这边阿莱刚好抓到对方的奇尔，我马上给一个治愈，这边大招限制走位啊，这是限制走位好吗？好不？哦，这是限制走位，这不是什么空招。那这边对方的罗尔呢，很怕的就是这种控制技能的角色，勇一定到啊，就直接要他的命了、啊。那我们这边的奎伦呢，进场时机抓的不错，直接再收掉他们一只啊。这时候我们再往前打，那夸克呢，这个吸是稍微可惜一点。没有吸到对方的蛇蝎女哦，那这个这一套装备，你看我出两件模仿装哦，主要是因为对方的凯撒路其实他不太会出攻击装啦，所以你其实防御装我物防装只要防着特纳斯就好，那特纳斯吃攻速，所以我之后是出白盾。好，那这边强行的先让先把自己往的站位往前推，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哦，就可以让对方逼迫的往后拉。那这边看到夸克西哦，这个大招跟夸克的搭配真的是很凶猛，这边再一个拔刀斩挥掉对方的鱼人，那对方的罗直接在他们塔下滑了起来，特纳是射到我，我直接嗝屁啊、哦，不过没关系哈、哦。那中路来看一下，中路这一波我们队友蛮多人在那边聚集的、哦。那对方先死了一只，马上跟上来，看到对方血量，我们这边先用大招，用右手滑大招，左手看一下地图视野，这边 OK 跳下来之后，没想到居然没跳到任何人呐、啊，太可惜了。我以为这个腾空出世会很帅气、啊，最后呢直接在这里倒地嗝屁。好，没关系。那刚刚那一波呢，是被对方打进了高地塔，有点危险，但还好成功的还是守住。那我现在是出拘魂啊，所以这个如果呢，基本上我们也不用太害怕 ，Don't worry about it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就那个，因为刚刚我们的这个打野呢，哦是。就是中间突然就我们就都死光，然后突然走过去，用走的过去就嗝屁啊！所以刚刚这边小小的一个就是在队友在跟他说，哎，其实你可以不用过去这样。好，那这边没关系啊，我们这边先防守一下。好，这边拘魂出来了，等一下一个好的进场时机。现在这个跳大非常非常之关键呢、啊，影响到了五个人的心机呢、啊，五个人心机一颗心卖你500块就好，就影响到2500块。这时候艾斯呢定到，再加上夸克这个吸，我一个大招跳下来，非常非常完美的这个大招，对方瞬间傻掉懵逼啊！来，我一个人砍三个人啊！我是谁？我是马洛斯啊！这边这罗别想闹事啊！这个奇尔还回来走过来再砍他。那来，对方这个凯撒路冤家路窄，我跟你讲，他就算有复活甲也没用啦，我就是有拘魂啦，那他又要复活，我再一个拔刀斩准备给他挥下去哦，二技能吸一下，治愈开起来啊！这一波呢，对方全部啊全体 ace， 我们只损失了一只夸克，只要勇在基本上就是 OK 的。直接打进来了，完全不跟对方留一点这个后路，你知道不交流的，直接杀进来。好、哦，这一场比赛呢，完美的 ending， 在我这个三重最强团战马洛斯的引领之下，哦，完全的哦引领风骚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。那么呢，如果你想要看一下我的饮食以及增戒计划呢，可以去直接去追踪我的这个 IG。好，那这个 IG 的账号呢打在最前面了，或是下方连接好像不太行，我忘了。好，反正就去吧。那我们就先这样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